啥呀？啥意思？他找我干嘛呀？嗯？明天早上我能过来找我？大宝，有件事儿好像只能你帮忙。不，明天早上啊？对啊。什么事？明天早上，我们在海岸城不见不散。不是，不是你的大早上让我过去找你，是不是有点？哎呀，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行，那好吧，那。哎呀，那就这样喽，明天见。哎呀，大早上来海岸城，我这还真是第一次。哎呀，在那儿了。哎，怎么了，小西？吃的吗？你没有吃饭吧？这个给你。哎，不是你怎么了？你大早上让我过来？我想让你陪我逛街。陪你逛街？对啊。不是你大早上让我过来帮忙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？对啊，陪我逛街啊，这还不重要吗？哦，而且啊，你是男的耶。男的怎么了？男的，你可以站在男性的角度上给我一些建议啊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快走吧。哎呦我，哎慢点。帮我拿下包。哎呦。这个好看吗？可以，那个我先坐会儿啊。啊？那个适合我吗？也行，那个我先坐会儿啊。要不我陪你坐一会儿？哎，好，坐一会儿。哎呦我去，揪心！哎，哎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几个颜色又可以买。哎呦，什么？这几个颜色，这哪个更适合我呀？这几个颜色它有区别吗？当然有了，就比如说这个颜色，它头上有块呢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啥呀？不是你干嘛？我开玩笑的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？你能不能不要以为你长得像徐玉珍就可以对我肆无忌惮？你自己逛吧，包给放这儿了。哎。